本期讲解一个男粉项目 5.0 冷门玩法，男粉私密赛道30天最高赚了23,000，自己数搓一天轻松也有1000块钱以上的收入。最近做的就是男粉最新的知识付费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。这个项目是比较暴利的，通过知识付费去转化的话那更暴利了。一个课程价的话是338啊，一个月轻松卖个200单也没有任何问题，1000能卖个10单8单的啊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别人是花钱1800块钱买来的啊，现在是拆解，这是知识付费，基本上是一般万利的这个项目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啊，23,000一个月的收入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交付产品、获客的这个流程，就是项目的实操、转化的流程、项目注意事项啊，都讲解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。项目的收益图，这个学的软件，还有这个课程啊，课程也有提供。如果需要百条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男粉项目5.0，或者是男粉私密赛道，就可以下载百条教程了。